业前呢，基本上呢，刚开始啊，我们可能，因为既然是业前，能见度又不好，还是说我们在比较低能见度的潜水，我们基本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。教练，我是会这样做，因为它能见度不好。比方说，我们现在现场啊，现场5、6个、8个同学要下去，如果夜潜能见度不好嘛，就是黑漆麻乌的嘛，我可能3个3个一组，能见度好2个2个一组，我可不可以4个人一组？也可以，好，